全球最大的 House Low Ray 啊零售空間咧，正式就喺呢個萬象天地嗰度展出，係免費入場嘅。咁計呢個上海同埋首爾之後咧，全球第三間，咁全球第三間亦都係最大嗰間咧，正式落户喺呢個深圳嘅萬象天地。一見到呢一象個 pat pat 咧，咁就係呢個萬象天地嘅特徵。我在上一集的视频都有介绍怎样去这个万象天地，我现在不介绍了。我们去到这个万象天地之后，你已经看到一个很大的 LED 的荧幕吸引了。我们向这个方向去就可以参观这个巨人展的。在这个展场里面已经人山人海了。我拍拍一些展品给大家看看，大家慢慢欣赏吧。Thank you.
感谢观看，记得订阅香港背包，有新视频第一时间通知大家。